继续问，所以白带只是一个代名词，你可以讲它红带、赤带、赤带、黑带。譬如说没进的可能感染的时候，常常就是所谓的白带，他看到就是像一些白帶。对对，那这么乖了，是正常就是这样。对，不然你很，不然你一脚医生叫你脚。哦，惊到。然后我们这个手开的手会，你这个男人不要来挑战我。通常这时候，如果说比较体贴的那个先生，通常都会握着手。啊手，哎，不是手断了，冷静。我们上来就有的先生他希望你进来陪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是，我怎么会有两个先生呢？好，然后呢？